刘春已经同意明日上朝和我一起指证陆勇，并交出库银雅做证据和银两去向。咱们总算是能给陛下、给百姓一个交代了。嗯。顾侍郎，跟我们走一趟。出什么事儿了？ 户部侍郎刘春适应你的邀约去的乐风楼吧？怎么了？和同僚吃饭也算是罪过了？刘春死了。哎。 我说舅舅啊，你在这儿好吃好喝，让你外甥受苦，这不合适吧？小九思，这苦可是你自己找的。舅舅早就跟你说了，让你别查了，别查了，你偏不听。你进来的比我想的还早几天，看来你查的挺下本钱的呀。你既然算准了我会进来，那再帮我算算我何时出去呗。 这可是赵玉，进来了就别急着想出去了。既来之则安之，你也啥也别想了，陪舅舅喝一杯。来，接住了，连口菜都不给啊！我可都闻见了。 好久啊！